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请按这个钟订阅工联业华 YouTube 频道啦。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新一集工联业华。最低工资委员会呢现正就进行第二轮最低工资的咨询，所以呢今集工联业华呢就请来呢工联会的副理事长兼且亦都是呢就是权委副主任林志廷林哥，大家好，以及呢就是香港互惠及物业管理从业员总会的理事黄振兴兴哥，一起呢大家去谈一下这个关于生活工资或者是呢关于最低工资的一些检讨机制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林哥，我们呢就着那个第二轮咨询呢，好像我早前就跟李市长呢跟兴哥呢一起呢就去見最低工資委員會，咁佢咧反映咧有關嘅意見嘅，要求咧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係聽取我哋嘅意見，就係咩啊？將最低工資嘅一個概即係嗰個討論嘅範圍啦，就要納入去咧，即係連埋呢個生活工資嘅概念，去做一個檢討嘅底線，係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咧，要落實咧一年一檢嘅一個建議咁樣嘅，係呢個就係一個主體啦。咁啊，其實生活工資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因為現時最低工資攞緊嘅人嗱，五月一號就係實施最低工資最新嘅價錢啦，$40。跟住咧，以往咧就係乘八個鐘乘26日嘅話，其實啲工友都係講8000多元一個月。咁啊，其實8000多元究竟可唔可以生活得到咧？阿林哥，你有冇遇過一啲嘅個案嘅情況？如果你話8000多元喺而家香港呢個生活指數咁高，8000多元咧，我諗係一個個人，係一個生存。的可能基本教的，但是你说生活是包括很多元素的嘛，现在你8000多元可以说是基本生存，可能够的，再加一点的就没有了。现在我们说生活工资其实呢就是一个他自己生存之余都要生活啦，是跟着呢就是一个家庭的。即不是说单一的个人的樣的，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都希望呢一个体面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其实呢人生在这个社会都要有些社交啊，有仔女的教育啊，还有呢都要积谷养老的，是不是多少都要的，这个其实呢如果是可以有这个的那个标准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可以令到我们每一个劳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这样才会显到我们的劳动的那个尊严在这里。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刚刚在去年的时候呢就就是低资会已经是递交那个的就是$40这个建议就给行政长官啦，跟着转过头呢水电煤又说加，跟住咧巴士又说要加价啦，跟住有啲吓唔同嘅交通嘅工具咧，亦都话要加价。哇！我有听到有阵时有啲工友都话吓，唔系话我袋都未袋到落袋啊，就已经再要呕翻出嚟嗰啲，系咪？系啦，咁啊，兴哥其实都知道你本身从事开保安行业啦，咁其实亦都接触过有啲工友嘅情况，咁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工友嗰個狀況係點樣？其實咧，而家我哋保安咧，一般情況下咧，都係12個鐘去工作嘅。係。咁其實阿林生講啦，就8個鐘嘅標準工時咧，就應該係要係實施嘅呢方面，因為對我哋嚟講咧，係基本上如果翻日間嘅話咧，就冇咗夜晚嘅時間啦。其次咧，我就揾咗一啲嘅保安嘅工作啦，同埋。諮詢了一些朋友他們的薪金的情況，我看到有些其實就是9000元的工資都還有，另外我就用了一個10846元的工資計算了這個他們的生活的情況，開支的情況，開支的情況為什麼會用10800元去計算呢？因為我覺得8000元其實計算都
計唔掂嗰條數，因為我用咗依個10,846去計咧，我用100蚊食飯一日，我當食兩餐啦，唔好食三餐啦，咁都要大致上用3,000蚊，咁跟住車費我已經計得好平噶啦，20蚊乘26日等於520，跟住手機費用咧都平200蚊，水費電費加埋300。日常開支雜費大致上1,000蚊左右，咁最緊要咧，你唔係住公屋嘅話咧，你應該都係住劏房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個費用咧，起碼即係最低都要5,000蚊啦。咁計出嚟係劏房而家可能唔得添啊，有啲6,000-7,000蚊。係啊，計出嚟嘅總開支其實每個月咧大致上10,020蚊。係，咁喺嗰個10,846蚊再扣除呢個10,020蚊之後咧，其實係得翻826蚊日常生活其他嘅開支。仲未計頭先我話啊，如果個劏房係5,000蚊就有剩喎。係啊。如果係多2,000蚊咧，就係負數噶啦。係啊係啊。仲有啊，你而家如果以最低工資當40蚊去計嘅話咧，咁其實咧，你如果做8小時係得8,000幾噶嘛。係啊。咁而家你去到10,000幾，換句話講，你就一定要工時要加。係啦。係嘛？係啦。走唔甩嘅呢個。做其實做到12碼，即係12小時嘅話咧，其實都係講緊多1,000多蚊到嘅啫。係啊。係啊，都係1,000多蚊。所以頭先啊，咁算計翻呢條數啊，真係都已經唔夠咁噶啦。係啊。所以生存僅僅夠基本的生存，係嘛？咁我哋而家講緊，喂，我哋係做嘢在職貧困啊嘛，係嘛？佢哋有骨氣，唔去攞綜援，而係要用靠自己嘅雙手去勞動，但係佢所得嘅都係得到一個基本嘅生存嘅啫。咁點樣體面去生活咧？咁所以我哋成日提。喂，你呢一個嘅嗰個最低工資就應該係要令到我哋嘅勞動者都係有一個基本嘅體面嘅生活喺度噶嘛？係冇錯冇錯，係啊。其實即係雖然話就話最低嘅工資啦，其實呢一個最低工資咧就正正係做一個保底嘅作用。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咧，其實如果好似阿 Lam 哥所講，要有一個較為體面啲嘅生活，會唔會有一個叫最低嘅生活工資呢？其實你好似頭先阿興哥所講，就係、是、喂，其實基本都要10,000蚊喎。係。咁會唔會係有個即係一個基本生活嘅一個家庭支出？係啊，就已經係可以保障到佢哋透過雙手去即係揾錢或者工作嘅話。可以養到自己和家人呢？我就覺得要了。剛才興哥計的那條數，其實都是計基本的衣食住行、交通的，是吧？這些東西。其實呢，你一個仔女的教育呢，我們沒有說補習了，補習很令人害怕的，是吧？沒有說普通的補習了。即我試過有一個case，他的小朋友，兩個小朋友，是只有一部電腦，那部電腦都還要別人用舊的送給他們的。你想想現在這個數碼的時代，很多要求學生用 iPad 啊等等的東西，但是他們沒有的，只是只有一部電腦，兩個小朋友學習的時候。這個其實呢都是造成一個隔代的貧窮，如果他的學業不行的話，第日又出來的時候那個技術性又沒有了，這個其實我們說的現在那個最低工資就應該要提升的，令到他們呢就剛才興哥計的得回幾百元的時候，那幾百元做得什麼你子女的一些教育啦，一些留翻多少可能第日養老啊，點樣啊？即係好多嘢咧都需要有嘅。咁如果你話而家保障唔到佢哋嘅，而家我哋都成日講話勞工短缺，係咪？咁點樣吸引啲人嚟投翻去職場咧？係咪？唔係話坐喺度靠政府嘅嗰個綜援。咁啊，興哥都知道你有揾過其他國家的一些資料，是吧？是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最低工資最高的工時的國家應該就是澳洲，那就是124蚊。咁另外咧就盧森堡咧個最低工資的金額咧係119，係啦。咁啊，
其實呢個對我哋香港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離地嘅價錢啦，因為好耐好耐之後，可能先至去到呢個金額啦。咁但係喺我哋鄰近嘅地方咧，就有個叫台灣，咁咧佢個最低工資咧就係44.5，仲高過香港。係啊，其實最仲高過香港，因為其實佢哋應該都係一年一檢嘅，喺2023年1月1日實施嘅佢個金額係。但係台灣嘅生活指數低香港好多喎。係啊，冇錯啊。其實阿興哥講得啱啊，其實咧周邊鄰近嘅地區咧，甚至有啲國家啦，咁啊，譬如英國啊、日本啊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年一檢嘅。係啦，即係佢哋每年都係就住佢哋嗰個工資水平咧，都有一個嘅調整，係啊，即係最低工資。其實我哋一路要求政府咧，應該係接納嗰個生活工資嘅概念，即係將佢納入落去關於最低工資嘅檢討機制上。生活工資其實好簡單啫嘛。嗱，如果統計處嘅數字，你一般最大嘅開支比例嚟講，都係離唔開食。同埋即係食品啦，同埋住啦，呢兩個比例係最大嘅。咁其他我當係一啲其他開支。咁你加加埋埋，好似早一段時間就係阿律師會，佢亦都有提出過，講緊係60元左右嘅一個生活工資嘅一個水平。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去提升翻相關嘅一個即係等人可以透過勞力付出，係啊，即係而可以賺取一個體面生活嘅一個工資咧。仲有係即係我哋每一次嘅檢討啊，嘅工資其實由2011年到而家都係不斷有調整嘅。咁但係呢一個標準咧就冇一個合理嘅標準嘅。係啊，咁所以我哋而家提呢一個咧，希望咧就係即係可以。即係第日有一個標準，咁依照呢個標準咧，就唔使話每一次嘅調整都拗到火紅火綠，係嘛？咁跟住咧就係每一次調整出嚟嘅標準或者係嗰個數字都唔同現實係不符嘅。咁呢個我哋都希望喺呢一次諮詢入邊咧就可以提供我哋嘅嗰個意見。所以呢度咧，其實我哋之前一路都建議就係不少於通脹嘅一個水平。即係如果佢每一次嘅一個調整係啦，咁啊如果有一個通脹加 N 即係嘅一個方程式。即係譬如 N 咧，就可以代表一個叫做工資嘅一個增長嘅一個百分比啦，係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一啲嘅官員嘅掛鈎嘅，係啦，嗱，譬如好似啱啊，興哥講得啱啊，提醒我公務員嗰個薪酬嘅一個調整水平，係咪？佢哋都係一年一檢嘅喎，係啊係啊，冇錯。仲有一樣嘢就係。綜援嗰個有一個叫社援指數嘅，透過嗰個社援指數咧，佢都係調整相關嘅比例嘅。咁最低工資應該都要有相關嘅方程式可以調整到啦，咁啊先至可以追得上即係令到市民係即係或者較為底層嘅打工仔咧，可以勞有所獲，亦都可以過住一個較為體面嘅一啲生活。係咯，28元。到今時今日，即係每年其實加咗1元嘅啫，陰公，好慘啊！對打工仔嚟講，冇錯啊，係啊，好似而家淨係買個大嘅麥包啊，可能都講10-20元嘅。唔係我家姐話嫌啊，上年都係2元啫嘛，而家加咗5毫子到7毫子左右啦，已經嫌都加咗咁犀利啦，係啊。呢幾年嗰啲生活指數啊，提高咗好多，係啊，但係永遠咧呢一啲咧工資啊都係追唔上嘅，即係都係落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咧關於即係最低工資委員會係就住咧第二輪呢個諮詢嘅檢討機制上咧，其實咧應該一個就係接納我哋建議嘅生活工資，另外第二個就係每年咧去有一個方程式做一個檢討嘅一個機制，係啦。好啦，今集工聯業話咧又嚟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